两个小死亡，而且和尚中硝酸倒了。最主要是和尚死了，和尚不死都还好，并且跑了，我操，还能跑的这是。这鱼好的皮克还能飞？这货居然还飞走了，我去，你敢相信？飞了？还有这样的？这不是约好了一个野外吗？好吧，这边没了啊。还有轮子吗？应该没有了，好吧。这种175的，我操啊！这边还全自动了，关键是。太不讲武德了，这是。这也忒不讲武德了吧！这波飞机，嘿，这一波三架飞机一起飞啊，结束了。对面这怎么扛得住啊？这是虽然上盾了，对面安排人波子，关键是对面摇人波，我操！关张两架飞机被封，对面摇不摇人，关键是这关张方一手挣大克的对面啊。开风筝大客的对面还先不野兽，我去，对面女帮帮还在招胖子，对面好像没舍得跑，这是就是要干的，这是拿起来上了一个盾，把盾上了一手，三回合是看出来了，对面想连操两队啊，好像是这么回事。这边的话飞机我们直接切对面视角算了，好吧。这边血量因为对面没有飞啊，只是破血干死了关张方一个这个物理系，关张的物理是不是有飞机。对面的话是两个飞机被封了，引攻对面可以直接开封印了，开了封印的飞机飞。这边的话高速顶个大尖，带了个盾给关张方，这个黄老三顶了个大尖。对面两个，对面地府是开无间，好吧，这把三飞机一起飞了，这肯定是没了任何的悬念，好吧，三个飞机一起来的。地府关张方企图，这关张方是女娲村化身地府，果子加吕拔木啊，他是果子吕拔木，对面引攻先锤一手，再摸关张方的果子，疯狂飞机飞起，挣大克的疯狂飞机，以前，哎，队长封印是不是没开啊？队长封印难道？哇操，关张好硬，完了，我怎么觉得对面真的没了？飞关张方队长他飞几百点血，这是对面继续飞4200 2800，这一波飞的有点疼。燕赛湖有皇宫是吧，不要急好吧。哎呀，我这边耗没上，我这边耗上去，恶霸锤队长，对，我去啊，队长是大死亡还是无间地狱？大无间地狱好吧，只是无间地狱而已啊。这关他妈善恶好吧，善恶把他们拍死了。这是真的要翻车吗？这是一个壁垒锤，对面引攻再飞，再壁垒锤引攻再飞，对面石头林没飞出来好吧，封印没开啊，封印没有开掉，然后石头林死了，对面和尚还没有慈心的，我的哥啊，没有慈心呐、啊！关他妈有地府呀，小死亡挂死对面就没了呀，我的天哪！只要小死亡挂中挂死，这就没了。
没磁心了，对面这地符都不带磁心的，我的哥，这是无间对面开的，被观众方一个恶霸拍死了。刘耀川封凌波准封，这边和尚活去活，对面的话上盾了，上塔了。这观众方果子拉下来有飞机啊，这一波这观众的果子飞机直接飞机飞出去啊，什么个概念。这观众方舔了一手这女拔木，来看果子的果子飞机能飞得出去不，对面反正拉不起来，对面剩下无间地狱。哎，观众宝没拉人了，这是完蛋。这一波观众有拉了，拉起来飞机飞出去了，两面旗帜的飞机完了。这观众方真的是连超两队，这不用想的，这对面已经击了，对面没冲下来啊，观众方明显扛住了。这下一波的话只要活血活把他果子活一手，果子就差不多满上了。这一波观众方再飞机飞，对面击击了，三攻质量不太高，好吧，正大克的伤害质量确实不高，质量不行。观众方走波金青，刀上一手活，你看这血量活了一半了。对面虽然走了波金青了，对面飞过来，观众方也有飞机飞过去啊。对面小爽挂，观众方金青抗住了。这一波对面三架飞机，观众方地府毒血量几乎都是满的。对面风化身地府，非化身地府飞不动，主要是太硬了。这化身地府飞女妖村才1200，飞化身1000，飞地府800金甲，飞胖子4700，飞女拔木2400，这个伤害真不够。对面看连环机枪把观众方女妖村干掉，这全贴了，这肯定全贴了，死不掉。这搞锤子喽。右边地煞过了，好，没神看得什么东西啊，这肯定搞不死啊，这怎么搞得死啊，开玩笑了，这是这飞得越来越凶了，7000的飞了。这胖子一拳揍2800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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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裂开了。这真的是大裂开了，六回合。这个输伤不够啊，对面主要是飞不死观众本人，这是个大问题。飞不动啊，飞不动是个问题。对面还要继续摇人吗？对面衣服爪子抓也没有用啊，想抢树的优势也不可能了，这是想吃哈。对面继续摇人的节奏，你妹的，这是继续摇。昨天砸的是5300163，对面队长是1400血了，对面没回上血。秦山的底还好，对面销售没中啊，中的话磁心吸不掉了，直接起飞。完了，又死一个，怎么办？这无间地狱总算消失了，这个效果。怎么办？对面还能站得住吗？磁心吸也吸不掉。化身没磁心，飞机飞也飞不死，这边伤害不太够。再来，我还以为这边会跑了，这动都不动一下，稳若泰山的，这是真的是好稳。和尚活去活4700。对面缩地死了，没缩掉啊，我靠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两个缩地死没缩掉，观众打了一堆问号，这见鬼了，这是
没钱进麦，是见鬼了，这是没钱进麦。这里是还有吗？外面还有没有？继续。太惨了，这是。切了确实切了，我估计也输。切了，那观众们确实说的很对啊。切了又怎样啊？切了，我估计对面也是输。切了也没法整了，他主要伤害不够啊，这明显伤害不够，质量差了，可能硬件悬殊大了啊。是不是车轮？是的，观众们是被车轮的，然后连赢两队。观众们连赢两队啊，这第一队怎么办？又接着来吗？这是这边只要上虚弥炸了，对面顶个大尖混元闪扛住，对面地府用脚跑完了，没跑掉，拉了把锤子，主要那个斧头太重了，好不啦，跑不掉啊，拉这么大把斧头能跑得掉吗？这边虚弥拽，这边石头拉不起来了，直接给他顺法顺死。好了，后面的物理系宁波生跑没跑掉，女娃们有仪式没？没有仪式。这跑不过啊，这是真跑不过。话说是最近好像有一个人，好吧，犯了点小错误啊，然后就跑，然后跑实在是不行了，就最后就投降了，然后就采访那个警察，那个警察追他，那个警察说你这个是你那个追这个贼为什么跑了两三公里啊？这是为什么？那个警察说，这个我是国家的二级运动员啊，这个为了追这个小偷的话，不是说要一口就把他追到，咱们要先怎么了，要把他让他跑得没有力气，免得他反抗啊，是要这个样子。你们看到没这个啊，说要追得他没有力气了之后啊，这样抓他就比较好抓啊，免得他你刚开始一上去把他扑倒了，这他就容易反抗。哎呦，对面他真说了一个遁地了一个，好吧，遁走了。十回合怎么办？不着急啊，看还有没有啊。文哥生日快乐，釜山队偷袭，不会吧，生日快乐的釜山队被偷袭了，杨小图还真的是的，我的妈，今天什么情况？今天哎，我准备上号生日快乐，好吧，这怎么得了，生日快乐爆发了，生日快乐。这边的话马上是个 PK 啊，生日快乐什么情况啊，生日快乐，这个确实杨小驼确实生日快乐的釜山化身。我的龟龟，这一棒子敲一万一。对面这怎么办？对面这我把生日快乐号扫一下，老板帮我扫一个快。生日快乐那个那釜山队偷袭了还是有的搞的，这是生日快乐一个豪门服务器，谁偷得过他？官司这边还有再车轮吗？能不能再轮子轮一下？这边想带走一个，想带走一个163的，好吧，没成功啊，要不然的话确实能带走。来，还有没？一二。